各个县政府的部门，所以嘉启的副院长跟我还有黄建斌委员，我们将来也会继续。他们都看得到，对，都看得到。你们年轻人，所以只有我看不见。那个捷克盖好之后，我已经在西方极乐，我最老，但是一定要做，为我们子子孙孙呐留一个百年建设。我想，我跟黄建斌委员、江启臣副院长，我们这个责任感跟使命感，沿着台东部的青年报告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在姚县长的服务之下，跟黄建斌委员呢，强烈反映台东人心声之下，我想一定会更棒。希望年轻朋友在各行各业冲刺加油，为美好的未来一起来努力，好吧？好，谢谢院长，谢谢院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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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眼睛都红了，你看，体力不够，那我们就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啊！所以听说今天中午的午餐也是请人包的，这个新闻曝光之后，那家店生意好像更好一点，早上很多人排队，谢谢，大家休息好不好啊？因为我们下午还有宴会，谢谢大家，好，不要睡觉，千万别睡觉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